17日中秋之夜，朱深在2024中央中秋晚会演唱了两首歌曲，一首是和法国钢琴演奏家理查德·克莱德曼合作的《梁祝》，另一首歌是《想光而行》。在中法建交60周年之际，周深与法国钢琴家理查德·克莱德曼合作一曲《梁祝》，中国式浪漫和法国式浪漫流淌融合在原版的月光下，赋予这首经典作品时代的新意。特别是歌曲的吟唱部分，像是空灵悠扬的人声和优雅的钢琴声，再做一次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对话，浓郁的情感一浪接一浪，一波连一波。明显的，理查德·克莱德曼弹嗨了，周深唱嗨了，我们观众也听嗨了。央视秋晚的两个舞台都非常精彩，前者温柔治愈，后者大气磅礴，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被他演绎得淋漓尽致，展现出超强的音乐驾驭能力。说声爱，直到你一滴回来，我的心只装满积水的心，再说声爱，在2024湖南卫视中秋之夜演唱嗨。这首歌曲是周深新专辑《反身代词》里的一首新歌，虽然带着慵懒的复古风，但却异常契合这台晚会的主题。在晚会里，这首歌曲也是致敬中国航天探月工程，是天地之间的嗨，是来自宇宙的问候，好听，特别契合。是你啊，这个中秋最想对谁说句什么话呢？最想对看到我们这个直播的，然后看到我们中秋晚会的，以及听到我们歌曲的所有人，跟他们说中秋节快乐。哇，好官方，相信大家都已经收到了已经收到了。但是虽然听起来官方，但是是真心真心的，很真诚的，祝大家真心的中秋快乐。屏幕前的大家都收到了。好，第二个问题，如果能上月球去过中秋，你最想要做什么？最想实现刚才的那个愿望吧，就是能够在月球上面加场自己的演唱会。哇，好期待月球演唱会。对，说不定会有其他星球的生物，也许有啊，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，别人也许可以听到我们人类的歌声呢。对，让更多人感受到我们这边的美好。不能满足在地球上，在地球了，我很满足的。但是既然都要选许愿望了，就许一个，就是 next level 了，月球了，许一个看你怎么实现的愿望。好，我们第三个问题也是 next level 了，想唱到多少岁？哎呦，这个今年才18，那么那老师们觉得我多少岁退休比较合适呢？别退休了，活到老唱到了，活到老唱到了，希望吧。就我也不知道自己可以唱到多少岁，但是就一直努力，可以留在舞台上。好。那对自己来说，怎么样的一个状态算是小美满呢？我现在就简直就是大美满，大美满了。对，但是我觉得小美满它的核心是我最想送给大家，就是一定要记住好好的爱自己，因为我觉得爱自己，然后是所有美满的开始。对，我想到周深老师经常让大家照顾好自己，感叹号，感叹号，感叹号。对对对，做自己，爱自己。对，因为大家老是会忘记这件事情。是的，我觉得因为大家都去爱你去了，你就忘了爱自己。有道理。我的生米或者是歌迷看到我经常留言会知道，就是一定要把爱自己先放在第一件事情，对，然后再去好好的见面啊。周深于中秋佳节之际横跨四大晚会舞台，倾情演绎舞曲华妆，以无与伦比的音乐才华绽放多元艺术魅力，瞬间点燃网络热议狂潮。
央视秋晚独领风骚，周深以一己之力双曲连唱，其深情嗓音与卓越唱功尽显音乐大师风范，为观众带来视听盛宴。跨越国界共谱友谊新篇，周深携手法国艺术精英，以音乐为桥，促进中法两国文化的深度交流与碰撞，献上中法友好之力。而在各大卫视的压轴时刻，周深更是成为焦点。他不仅重温了多首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，更首发了数首令人耳目一新的原创歌曲，每一次开嗓都令人沉醉，完美诠释了何为卫视晚会的灵魂之声。突然发现周深央视大唱向光而行，于是去年河南骑着小电驴奔月，还大喊少管我。登陆月球后，在湖南卫视大声说嗨，摘掉宇航头盔后变回玉兔原型，若干年后回到长城脚下感慨历史变迁，仙乐浮光穿越古今，周深这个中秋夜真是上演好一出大剧啊。正式录制的时候雨停了，上次来唱的时候是光亮，然后这次是感觉跟光特别特别的有缘分，也希望自己的歌声能够给大家在需要的时候带来一束光，就是我最大的荣幸啦。 Hello， 拜拜，谢谢大家。 Hello， Hello， 谢谢，拜拜。拜拜小朋友，拜拜拜拜拜拜。Hello， 拜拜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。好了，很开心又来中秋晚会陪伴大家过中秋，希望大家能够多多让中秋晚会陪伴你一起过一个温暖的中秋节吧。无论你现在是在哪里，都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哦。中秋节快乐啊，拜拜。因为我做电报带，所以我是排在最后一个。我在中间等了一个多小时，我整个人真的已经等困了。我在那儿换了各种方法，就各种姿势在那儿。